你是马可的女儿。答对了。你爸呢？嘿，巧了，我爸晚上也没回来。哎，这俩人不会私奔了吧？你爸没告诉你啊？告我什么呀？他们俩已是合法夫妻了，需要做那事儿吗？不是，谁跟谁合法夫妻呀？王小米是你的后妈，我就是你的姥姥。姥姥的，适应能力挺快啊，马上就改口了。你没觉得我比你爸没大多少吗？你这么叫合适吗？不合适，那我叫您什么合适？叫您阿姨，叫您大妈，大妈，您别分了。不是，我要上学去了，你改天再来参观吧，出去吧。哎，这孩子怎么那么没有家教呢？出去吧，这没家教了。王小米给你当后妈，那真是瞎了眼了他。骑车啊，莫名其妙的，怎么也不道歉啊？玛丽，怎么说话了？你这跟怎么了？这是啊？什么情况啊？你过来，你过来，你过来。你别吓我，怎么了？爸就是个大骗子。怎么你啊？他居然背着我结婚了。他不刚离吗？对呀，他离婚证还没在家放粮，他居然就再婚了。哎呀，你就是跟自己过不去。人家大人结婚用不着跟咱请示报备吗？我说你跟谁一伙的呀你？跟你，你要偷天陪你换日，行吗？那你赶紧帮我想想办法吧。嗯，你先拿纸巾擦擦，等我给你写。快点。啊，我知道，知道。别哭了，人家看多丢人啊。哟，马老师，我们这讨论功课呢。马老师，我们讨论完了，走了。嗯，马老师再见。马老师再见。咱在这儿讨论功课，嗯，怪不得到处找不着你。找我有事儿啊？有事儿你就说呗。是昨天晚上没回来的事儿吧？没事儿，您都成年人了，不必跟我报备。不是，但也有关系啊。这样，丽丽，爸妈离婚的时候。没有第一时间告诉你，一直瞒着你，让你伤心了，是爸错了。现在爸爸有意先斩后奏的事，我第一时间就告诉你，但是你不许急。不就是再婚吗？王米告诉你了？你都没跟我说，他敢吗？那你怎么知道的？父女连心，心灵感应。说昨晚上我怎么那么心慌呢？丽丽，你有意见吗？我要真有，你能离吗？放心吧，我怎么能让你离呢？好不容易有一个缺心眼黄花大闺女看上你，我还得烧高香呢。放心，我不会让你离的，我没意见。闺女怎么这么懂事儿？哎，别得意忘形啊，学校呢。上课。放心啊。孩子，真的假的呀？
让我猜猜，你不会今天不来酒店找我睡了吧？哎呀，还真让你猜对了。什么情况啊？你新婚之夜第二天你就让我独守空房了？嘿嘿嘿，你看这暴脾气，我话没说完呢。咱今儿不住酒店了，回家住啊。啊？今天晚上玛丽不在家吗？在啊。他已经知道咱俩结婚的事儿了。啊？那他怎么说呀？能说什么？祝福我们呀。真的吗？太让我意外了，我发现玛丽亚真的是特别可爱，特别的通情达理。行了，你赶紧收拾东西啊，下班了我来接你。你亲亲我。正上课呢，操场站着。啊，马上回去了。哎，老孙，老孙，告诉你个消息啊。不用，我已经知道了。听谁说的？校长啊，我刚从校长室出来。校长？没关系，就算我不在了，咱们也还是朋友。我会经常回来看你的。怎么了你？得绝症了？你才绝症呢！不过听你这么一说，我倒感觉好点了。跟绝症相比，被辞退好像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。你被辞退了？你要跟我说的不是这消息吗？我要下岗了。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啊！校长今天找我谈话，说有学生投诉。不是，这高考又不考口语。不是，你也觉得我口语不好是不是？你也觉得我把孩子们教坏了是不是？别这么想，我就没听过你讲课。我现在用英语跟你说，你现在给我听 ，OK？ I'm talking to you in English now。都听不懂，我听不懂啊！你也别跟我说。肯定是你家闺女投诉的我。上回她在课上玩手机，被我批评了，估计心存怨恨，打击报复。哎哎哎，这话还真不能乱讲啊！我闺女她绝干不出这种事儿。你要说她当面跟你打起来，这我信。背后告人黑状这种事儿，我们老马家人干不出来。那你说会是谁？不是现在是谁还重要吗？啊！你赶紧先想想这校长怎么决定的，你怎么来证明自己啊？我的能力需要证明吗？啊！我教过的学生，清华、北大、牛津、剑桥、斯坦福、南加大，全世界遍地开花呀！每年教师节，贺卡跟头皮屑似的飞过来，多得数都数不清。从来没人质疑过我的教学能力。现在的小屁孩，让他们多听听甲壳虫啊，居然说我过时了，就知道听什么贾斯汀比伯，那叫音乐，音乐。别激动，冷静冷静。那你说你一英语老师，怎么又管起人听音乐界的事儿来呢？奔驰。你不说有消息告诉我吗？你说。算了，改天再说吧。你别来这套，我最烦人家吞吞吐吐了。快说。哎呀，我跟小米领证了。不，真的假的？还真的假的？我不活了。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。同样是兢兢业业的老师，凭什么命运如此不公啊？啊！你显摆什么？我们去那边说，那边。那个，大妈呀，哎，那个，甭管我管您叫什么吧。啊，您闺女呀，嫁给我爸，那是她自愿的，没人拿枪指她就范。
下您要因为这事儿来学校找我爸麻烦，您是不是太不地道？我不是来找你爸的，我是来找你的。您找我的？您有何贵干呢？你是不是不喜欢我闺女？谈不上什么喜不喜欢吧，是我爸娶她，不是我娶她。对呀，你不喜欢我闺女，我不喜欢你爸，那不是咱俩就有共同点了吗？您别这么说啊，我是真挺喜欢我爸。不是，我是说你不喜欢他们俩结婚，是不是？那也没办法了呀，他们俩已经结了，难不成你想他们明儿就离了去呀？这不到三天功夫，您闺女可就变二婚了。我的意思是，我来找你是我们俩结成统一战线，咱俩对付他们，把他们给搅黄了。你想，就算我女儿三天变成二婚，那和一辈子在火坑里待着相比，你说那也应该是在所不惜吧？大妈呀，我说句大不敬的话吧，我总算知道王小米浑身那股不着调的折腾劲儿从哪学的。您呢，想跟我统一战线，当我的战友，我真的是感到特别的荣幸。但是我觉得吧，这事儿没有必要啊。既然他们俩结婚了，那肯定就是他们自己的选择。王小米呢，那么想当我后妈，我怎么着也得给他个机会呀。不过呀，他这个机会把不把握得住，那就看他自己造化。我走了啊，大妈。不是，你这是又什么意思了你？欢迎光临。啊，这个给我包起来。好。还有这个，都是小马吧？对。小姐，我觉得这个颜色也挺适合您的。我不是给我自个儿买，给我闺女买，这颜色太花了。您都有这么大闺女了啊？十五了。哎，你这儿还有什么给十五岁女孩穿的衣服啊？你拿过来给我看看。哦，这个挺适合您的。您皮肤真好，怎么保养的呀？有什么秘诀吗？我三天洗一次脸，什么脸上的油啊、灰啊什么的，都是天然护肤品。包起来。哦，我跟你开玩笑的，永葆青春的秘诀就是多吃蔬菜，多吃肉，多晒太阳，多睡觉。总而言之就是一句话，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块儿，干自己喜欢干的事儿。至于孩子嘛，你要是不想生的话，捡个现成的呗。啊，张涵。哦，您好，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呢？我问一下，十五岁的女孩都喜欢玩什么玩意儿？啊，您看这一款，这个是我们店里最新款的娃娃，不光胳膊腿能动，就连手指也灵活自如呢。这么神奇啊！我说她都十五岁了，玩这个是不是太幼稚了？不会，多大的女孩都喜欢娃娃。嗯，行。那你给我包起来吧，给我包好看点。好的，好的。老公，你在哪儿呢？前台说你已经退房了。啊，我在外面呢。咱们今天晚上在你，不对，在我家见。有什么吃的吗？什么都有，怎么了？哎，一会儿丽丽回来的时候呀，我要给她做饭吃。你会做饭吗？不会呀。那你做什么饭啊？啊？会上网搜菜啊？我跟你说，你给我半小时的时间，我四菜一汤全给你做出来。算了吧，咱别冒这险了，叫外卖，回来放在盘子里就说是你做的啊。那怎么能行呢？今天是我当小后妈的第一天，我得好好表现。所以就不能失败啊。再说了，丽丽马上就回来，时间也来不及了。她什么时候回来？马上。那我赶紧叫外卖去啊。
换衣服去啊。哎。色香味俱全啊！嗯，坐坐。哟，回来了。回来了，正好。赶紧洗手吃饭，小米姐啊，把饭都给你做好了。姐，那我管您叫什么呀？姐夫。熊孩子，一点都不给你爸面子，你啊！给我书包吃饭去。嗯。门口那家小饭馆吧。谁说的？小米自己做的。他不会做饭，我又不是不知道。突然这么色香味俱全，你骗鬼呢？还有啊，你们俩成年人智商都想不好，把那个打包盒扔外面去。我们家玛丽智商最高。主要是那个你快回来了，爸，你们都领证了，不准备办婚礼。主要在你，不用着急吧，再缓缓。也是，这婚礼呢得经过双方家长同意，对吧？我这边倒是没问题，关键人王小米家长怎么着也得等人同意再说吧。不用你操这些心，知道吗？我操心地方多去。阿丽丽，我给你买礼物了，今天拿给你看看。对对对，快快快，买好多东西。可舍得给你花钱了。我给你买了几件睡衣，不知道你喜不喜欢。咱俩什么时候这么亲密？你都开始送我睡衣了。还有，看这娃娃，你知道吗？这娃娃可神奇了，关节都会动，是吧？对对对，可好了。挺贵的吧？啊，只要你喜欢就行了。其实我真的挺羡慕你的。我小的时候啊，可没有这么好的娃娃玩。那我送给你玩吧。我跟你说，我从八岁开始就不玩这么幼稚的东西了。谁十岁了，商场里要买个芭比娃娃，满地打滚，抱着我的腿哭闹的。谁说我喜欢玩芭比娃娃了？行行，你打小就喜欢舞枪弄棒啊，侠客。丽丽，拿着吧啊。虽然不符我口味啊，但是谢谢你们。那什么，你们呢都合法夫妻了，要不就把我当空气吧，我吃饱了您自便吧。我觉得刚才啊，这个空气都已经凝固了，这脑袋顶上好几只乌鸦都飞过去了。谁呀？谁呀？哎呦，小米呢？哎呦，是你呀！你脚好了？脚好了，我这刚好，我才看见的。哎呦，小米呢？别提了。不是怎么了？哎呀，小米出事了。我说你也不能上我们家找我去啊！他是不是又离家出走了？是不是离家出走？您别哭了。家门不幸，完了完了完了，打电话不接，宠物店不在，是不是那个马克又欺负他了？还是他不好意思去找我，让您去找我？阿姨，您放心，不管发生什么事儿，我都不会不要王小米的。就算他从天上摔下来，有我在底下接着呢，我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他的。阿姨，您别哭了。这小米到底在哪儿呢？他要是离家出走，我帮你把他找回来。找回来有什么用啊？我告诉你，他找了一个比他大的一个男人啊！我告诉你，我已经跟他断绝母女关系了。又要断绝关系是吧？嗯。王小米的爱好是离家出走，您的爱好呢是断绝母女关系。您说哪次断绝了？这哪次不是感情越来越好？不是不是，这次是坚决的、彻底的、彻底的跟他断。就是因为那个岁数大的男的。哎，小峰啊，我觉得你奇怪哦，你刚才不是帮阿姨的吗？你怎么现在好像又站到他们那边去？你帮小米和那个男的了？我当然站在您这伙的呀。
咱俩是一头的。我跟我妈都没这么齐心，咱们现在得冷静啊。听我给你分析啊。哎，小米从小就没爸，对对吧？对。他现在碰见这么一个中年大叔，把他心里这种父爱情节勾出来了，他现在还在剧情里出不来呢。戏里没出来啊？那他要找个跟你一样岁数的，那也可以呀。你看他找这么大的，比我没小几岁，到时候我们俩一倒下，你说他照顾谁呀？这不是自己王小米给自己找麻烦吗？气归气，咱不能真生气。您生气，小米现在回得来吗？回不来，您自己身体也完了。我就是气，我就是要把自己气到医院去。我看他还理不理我。您真拧，王小米跟您一样，吃软不吃硬。咱们现在不能硬来，得智取。再怎么说，王小米还是个懂事儿的孩子，这您比我了解。懂事儿。哎呦，我告诉你，他懂事他就能干出这种事儿啊！他要你一半的懂事儿，那就好了。哎呦，这让我妈听见高兴死了。我妈说我是全世界最不省心的孩子。我要是您亲儿子，咱俩也得天天干仗。那有什么，那吵就吵呗，我喜欢吵。哎，对了，你要是跟小米这个事儿没成啊，没事儿，我也把你认为我的儿子。好的，妈妈，那您听儿子一句话。哎，好。这个事儿啊，咱们不能硬来，咱们智取，好吗？哎呀，那我知道，那就智取嘛。他们下次来呀，我就把刀架在我那脖子上，哎，我看他们分不分，那不就行了吗？行，阿姨给你做饭去了啊。嘿，来来来，要智取。更年期都这样，太可怕了，太可怕了。睡觉了，你还化什么妆啊？我没化妆，我第一次住在这儿，我得把自己擦得香香的。嗯，啊，行。哎，原来那儿是摆着你们的婚纱照。啊，还没弄出画儿，挂上。我也想跟你拍婚纱照。想照就照呗。我这不办婚礼，光拍个婚纱照也挺别扭。那要办婚礼，先得搞定你妈啊！不光搞定我妈，还得搞定你妈。我妈来的是硬仗，你妈来的是冷仗，你妈更难对。这俩妈凑一块儿，还赶这介绍他们认识，他们俩没准还成朋友呢。啊，拜个吧，成亲。你闺女每天都几点睡觉？早睡了，估计起来上厕所了。你睡吧，睡觉喽。哎呦，怎么了？肚子怎么这么难受？坏了呀！不是，肚子怎么难受啊？我说你这零件老化了吧？胡说，肯定是吃坏了。丽丽，啊，你在里边啊？啊，你也拉肚子吗？我说你下回点外卖能不能点干净加点的呀？快点儿，爸啊！家附近有公厕吗？你也不行啊！我肚子疼。走走走走走走走。还有两个卫生间的大房子好啊！哎，经不住仨人一块闹肚子呀！嗯，赶紧睡，累死我了。来洗个澡，一身狐臭厕所味。你妈的货呀！啊，你体育老师教的？你是说小米家的体育老师吗？啊？是谁在说我老公啊？哎呦，已婚妇女回来了！哎呦，
你怎么不休几天婚假呀？这么快就回来上班？我想你了，贝，来过来，我也正在想你呢。休什么婚假？休什么婚假？休婚假你发工资啊？我发呀，你给钱。小米，老板采访你家的婚后生活，幸福吗？喜悦吗？和谐吗？哟，不说话，那就是不和谐了呗。我就跟你们说，婚前你们得验验货。你看，傻眼了吧？哎，老韩，你能别这么猥琐吗？小米，他那女儿就这么顺顺当当让你住进去了，他没有为难你吧？他叫你后妈了吗？这是小后妈给他买的礼物，这是他对小后妈表示的感谢。这他弄的还挺有个性啊，摆咱们店里当摆设得了。拿来，摆什么摆？摆，这能摆吗？啊，我还做生意呢。小米，今天可是你结婚第三天了，按理说你是应该回娘家的。啊！这日子就没法过了，这老的少了的都不省心。哎，我说你怎么结了婚，重了啊？我老马喂的好。妈。你谁呀？我是你闺女啊。我没闺女。你失忆了？我没失忆啊，我是有个闺女，可早就断绝关系了。哎呦，行了，快别生气了啊！我这不带着你女婿回门来看你了吗？回什么门啊？啊？你回什么门啊？你走的时候你就没告诉我，你想回来就回来了？你以为这是酒店呢？好了，妈，您别生气了啊。你看看，你女婿知道你关节不好，特意给你买了祛风除湿的，治疗筋骨疼痛效果特别好。您喝着啊，你要是喝得好的话，他还给你买。妈，您千万别怪小米，这都是我的错。你别叫我妈了，好不好？我跟你说了那么多次，不叫。我知道您不同意我们俩在一起，您别怪他，这都是我的错。你知道你的错。那你为什么不改呀？知错不改那就是惯犯。我养育了20多年的女儿被你拐走了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那叫人贩子。您别着急，您听我说。没得说，我跟你没什么可说的，我跟你这一辈子不可能有什么可说的。哎，不管您愿不愿意我叫您妈，等我娶小米这事儿是肯定的了。既然是要娶呢，那早娶总比晚娶强啊。已经在一起了，那不抱着一颗到老的心，那才是耍流氓呢。你就是耍流氓，你从一开始和小米在一起的时候就开始耍流氓了。我们家女儿她不成熟啊，被你骗。你要是要想娶她，你就要给她一个安定的生活。可是你能吗？你不行啊你。所以你，我跟你讲，你就是一个大的流氓，你知不知道啊？我以前也是这想法，但是小米的教会了我。他跟我说，好的生活就是跟喜欢的人在一起。好，一个不成熟的人让你改变了生活，啊？你是40多岁的人了，那喜欢什么？我女儿喜欢的东西可多了，她小时候喜欢黑猫警长，你问她现在喜不喜欢了？喜欢啊。这小米，只要她现在喜欢我，那我就得珍惜她对我的好，是吧？你别跟我绕口令了，她喜欢你，你要珍惜，这什么呀？啊！我跟你说，我就不相信你离开他，你就真的活不下去了。活得下去，但活得没意思。这世界都得是黑白的。那你这40多年，你全部是在色盲中生活，是不是？哎呦妈，你我是他的人了，你生米都煮成熟饭了，你就别反对了，你反对也没。行。你今天回来的正好，省得我到你那儿去一趟。这是钥匙，
啊，这是这个房子的钥匙，就给你了啊，这是你的家。我有啊，妈，您同意了。估计这个是给你的。哎，我们不住这儿，我住他家就行。你去哪儿啊？我去找你爸。别闹了，行不行啊？我没跟你闹，王小米。从今天开始，我走我的阳关道，你走你的独木桥，咱们井水不犯河水，我跟你没关系了，你知道吗？你，哎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小米回来了。您这一人一个行李箱，准备把我妈管哪儿去啊？怎么了？我愿意呀，我跟她私奔了，怎么样？那我们俩也是年龄相仿。啊，是。你们俩都是成年人，你俩该干嘛干嘛去啊，我也不管。但是怎么着，你得告诉我你去哪儿吧。别让孩子着急了，小米别担心，我和你妈就是出去旅个游，玩几天就回来。吓死我了，不能好好说话呀。大哥，来，我们那个马老师，上次是误会了，您千万别记仇。不是不是，这个您拿着，这是我信用卡，没密码。干嘛？您二位出去的时候路上花，我就算替小米尽你孝心了啊！哎，不用不用，这钱带够了。我女儿值多少钱？无价之宝。你这卡里才有多少钱啊你？哎呀，你走，走人。败成这样，人使不了了。嗯，我带我妈给你道歉。道什么歉？可是将心比心，要是我给你妈一张这样的卡，她要给我撅折了扔了，我也会难过。没事儿啊，你想想，你妈拉扯你这么多年，冷不丁冒出一个我把你娶走了，怎么也得给她一适应过程，是吧？那可是也没有这么适应的呀，我原先觉得他这么不靠谱，这么泼辣也没什么。那可是他刚才站你旁边，他说话怎么这么气人呢？他连个标点符号都让人难受。不难受，来之前早有心理准备了。不管他要不要呢，这心意咱得表达。正好，你妈不要这钱，这钱我就花你身上。出去买东西去。嗯，二叔你真好。哎呀，去给玛丽玛瑙买什么？你不是给我买吗？你又骗我。给谁买？女孩子都是得骗的。那我先骗骗你吧。我就跟你说吧，我们家还有好多裙子我都没穿过呢，所以呀，不能乱花钱。就别担心你妈了啊，你妈那个老男朋友，虽然智商有点问题，但能看出来，对你妈还是真好啊。还说别人了？这老都是对比出来的，你说我跟你比吧，确实老点。那跟你妈那男朋友比，我算年轻吗？哎，你42，我妈今年45，人家都说女大三抱金砖，你们俩要在一块儿多般配啊，凑凑过得了，怎么样？我这不着调的，脑子让门挤了吧你？干嘛？关上了吗？心事憋一把呀？什么呀？反正这儿空着也是空着，是吧？等咱们拍一张全家福啊，再给他换。那咱赶紧拍去吧，好把它换下去。哎呀，你说我一个不带钥匙的人啊，现在有两把钥匙了，一个呢是我老家的，一个是我新家的，我怎么就是哪儿哪儿都不是我家？我才觉得哪儿哪儿都不是我家了呢。
哎，我有个好主意。嗯，反正我妈不在家，咱俩回我家住吧。不去。你妈人不在，魂儿在，无处不在。你就这么怕我妈呀？不是怕，明知道她不喜欢我，我还往前凑，这不是找不自在吗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喊什么呢？谁让你把我洗衣服洗成这样了？我没给你洗呀、啊。那谁洗的呀？我洗的。你这衣服上都是你点子，怎么了？你这还是你点子的事儿吗？你看看，你给我洗出个窟窿来。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洞呢？我就放洗衣机里洗了，你家洗衣机洗铁的呀？我妈说这棉质的衣服得用手洗，你不知道吗？然后你，我求求你，千万别再做家务，都不够添乱的。我告诉你，不管手洗机洗，就算机洗，它最多变形了，至于那么大洞吗？怎么回事？这是？我说你洗不好，你还赖我们家洗衣机是吗？他呀是好心帮你洗衣服是吧？干嘛去？少管我！早点回来。不是，我好心好意洗个衣服，我招谁惹谁了？你又干嘛去？挨个离家出走啊？好玩啊？我给他买条新的行不行？行，等我会儿，我换衣服，我跟你一块儿去，给你也买一条啊。嘿嘿嘿，不是让你这么晚了别过来吗？孩子睡得早。丽丽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想我弟了，来看看他不行啊？哎，这么晚了，你爸没送你过来啊？他忙着呢，顾不上。忙什么呀？这么晚了，健身房也该下班了。忙着跟家洗衣服呢呗。还学会洗衣服了，真是活到老学到老啊！确实比咱家好，这厨房够高级的呀，这冰箱比咱家大一倍呢，怪不得马朗那小子都乐不思蜀。哎，吃这个，你爱吃的。